然而，人类经常会化繁为简，有一种子弹就完全可以不用顾虑如此之多细节，它是将简单粗暴发挥到极致的杀手，这就是霰弹。 这就是一枚中国军队装备的09式18.4毫米霰弹，与其他子弹一样，霰弹也有底火和发射药，但是它为什么没有弹头呢？其实，霰弹的秘密都在这个硕大的弹壳之中。这是咱们经常见的7.62步枪弹，这是咱们的18.4霰弹，这种弹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弹头，但是它的 里面有若干个钢小钢珠组成，激发过后，它的钢珠呈扇部状态向前运动。与其他子弹不同，这个型号的霰弹拥有14颗弹头，每个弹头直径5.3毫米，由钨合金制成，分两层装入杯托。这枚子弹一旦激发，火药燃烧强大的推力就会将14颗弹头一起从枪口喷射而出， 形成一个伞状攻击区域。正因如此，使用霰弹的霰弹枪也是霰弹枪械中唯一不需要精确瞄准的武器。